在拉铁馆还能参加这些活动，走。昨天晚上直播到12点，今天早上赶飞机，咱家有一个大事要发生，拉铁要当明星了。妈，今儿晚上彩排，咱俩得去。这我跟你说，再累咱也得去啊。你说那么家里那么多毛孩，吃喝玩乐的一天，结果人 Lucky 出息了。你看，这两天我们要目睹 Lucky 的风采，哎呀，特期待 Lucky 还上台呢。那个五棵松体育馆 ，Lucky 上台，今儿晚上彩排看一看吧。啊，老公，期待不？开始了，走，走。你这里演什么啊？亲来亲你了呀？亲来了啊？你别再喘了。你以后的日子都是幸福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别激动吧啊！你再也不用受日，挨饿了。来吧，毛豆，上车。能看过去不？哎呦，可以呀、啊，毛豆。哎呀，还有挺有办法的。你该上学了，毛豆。你今天正式入学啊。OK， 走。走。嗯 ，Lucky 不紧张，放松。没问题哈。今天这么多人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发挥，第一次这么多人。马上开始，淡定。你那么着急吗？分不出来。哎呦，小脑袋！哎呦，这个拉。老公，你就是想咱家铁炮都没有说让咱俩有这份荣誉，看到他在舞台上参加表演，没想到咱家出事在狗上了。你这不能这么说，铁炮这种感觉是我还不如狗，但实际上还真不如。主要他是没才，没才艺。寄铁炮，寄希望于铁炮的孩子吧。哎呀，也才是寄希望于狗身上。早上在深圳，晚上在北京，看五棵松体育馆，一会儿能见着 Lucky 了啊，看看到底咋样。咱俩真是忙忙碌碌啊，为了这些毛孩操碎了心，走碎了路。人家你看人 Lucky 还上五棵松体育馆呢，咱俩这么多年都没来过。在哪儿啊？都找不着地儿啊，在哪儿啊？前面那球形那个Miniso 是哪儿啊？哎呦，就这儿，这儿，应该就是这里边。这怎么进去啊？就这儿，扶梯上来，啊，入口。范老师在里边了吗？他没到呢。对。啊。我看一眼，我们参加活动的。参加活动，啊，你在这儿呢，我才稳着啊。Lucky， 来来来，
哎呀，穿衣服真，哎妈呀，都新鲜的，在这顾不上了。哎，走。嗯。走了 ，Lucky， 我们沾 Lucky 光还能参加这个活动，走。活动，谢谢你们。那差不多时间就可以了，那我们也要把掌声给到同伴们，土豆子辛苦啦，黑了晚上继续跟大家继续的互动，观众们他以为到他了呢，我天，还要请，然后同伴们和土豆子第一组人画完以后还有时间，我们再请第二组，然后第三组第一组就来就行，好的，感觉很知道该加的去他那互动准备好了，就在那自己要往上冲，对，拉克是为舞台而生的，哎呀，我觉得他真的要上去，我感觉他知道，哦，他知道他要上去啊！是的，他刚才都要抽了。哇，哦啊！你看他一直看着舞台，渴望，有点对舞台的渴望了。那有请出的就是跳跳糖动物保护社团的唐晨和刘世渠两位老师，带着他们的特殊的好朋友来到舞台上，有请他们。哎呀，那可怎么能知道？好可爱，天哪，我太爱你们了。欢迎你们，宝贝！知道呢，知道上台了。我没有。